塞琉古王朝是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面积最大的希腊化国家。它的开国君主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将领塞琉古。塞琉古出身于马其顿贵族，在亚历山大远征亚洲期间，他担任了亚历山大的贴身卫队指挥官。亚历山大为了褒奖他的尽职尽责，于公元前三百二十四年将巴克特利亚贵族阿帕玛许配给他。 他们结婚大约一年后，生下了长子安条克一世。差不多与此同时，即公元前三百二十三年六月，亚历山大突然离世。之后，佩尔迪卡斯成为摄政。佩尔迪卡斯上台后，将自己原先担任的辅政大臣一职授予了塞琉古。佩尔迪卡斯随后命令将亚历山大的遗体从都城巴比伦运回马其顿。 但是，按照马其顿的传统，只有新任的国王才有权安葬前任离世的国王。因此，埃及总督托勒密怀疑佩尔迪卡斯有称王的野心，于是托勒密设计抢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遗体。这给、个、佩尔迪卡斯远征埃及提供了借口。当佩尔迪卡斯到达尼罗河三角洲东部时，他发现托勒密早有准备。 佩尔迪卡斯此时庞大军队反而成为他的负担。佩尔迪卡斯为了打破被动局面，他趁夜发动了渡河行动。托勒密对佩尔迪卡斯了如指掌，他亲自率领援军抢先进驻要塞驻守。佩尔迪卡斯战败后并没有气馁，他决定奇袭托勒密大本营孟菲斯。同样在渡河环节，佩尔迪卡斯遭遇了严重的人员损失。 托勒密为了收买人心，他把战死士,士兵的骨灰交给了佩尔迪卡斯。其后，在托勒密的唆使下，以裴松为首的将领刺杀了佩尔迪卡斯，塞罗古也参与了其中。佩尔迪卡斯死后，裴松等人推举托勒密为新的摄政，但托勒密却拒绝了这一提议。其后，安提帕特担任了该职位。反对佩尔迪卡斯的将领们随后对马其顿王国的领土进行了重新分配。 在分封协议中，塞琉古因背离佩尔蒂卡斯而获得了奖赏，他获得了富饶的巴比伦尼亚总督的职位。不久之后，年迈的安提帕特就病逝了。安提帕特临终前将权力传给了同僚波利伯孔。安提帕特的儿子卡山德对此颇为不满，而其他总督也不愿意承认波利伯孔的摄政地位，他们与卡山德结盟，对波利伯孔宣战。 这拉开了第二次借载战争的序幕。在战争过程当中，大弗里吉尼亚总督安提柯势力逐渐做大，裴松试图鼓动一部分安提柯的军队叛变，但事情很快败露，他最终被安提柯处决。安提柯在消灭波斯总督后，来到了巴比伦，他只好以塞琉古未经他同意就处罚下级军官为由，向塞琉古索要巴比伦行省的收入。 塞琉古联盟带着五十个亲近侍从，逃往了埃及。到达托勒密控制的埃及后，塞琉古立刻派人到其他诸侯处控诉安提柯的罪行。其他总督有感于安提柯的强大，于是组建了反安提柯阵营。他们随后要求安提柯将巴比伦归还给塞琉古。第三次继业者战争由此爆发。战争发生的第二年，即公元前三百一十二年，塞琉古率军夺回了巴比伦。 塞勒古王室于是将这一年定为塞勒古王朝的开端，这拉开了塞勒古王朝为期二百四十八年的历史。在巴比伦失守后，安提柯负责统管东方行省的总督率领一万七千名士兵前来清剿塞勒古，而此时塞勒古仅有不到四千兵力。在兵力悬殊的背景下，塞勒古决定趁夜发动夜袭，安提柯派出的讨伐军队顿时陷入了大乱。 塞琉古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收编了这支军队，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塞琉古就拥有了东方大部分行省，他因此获得了胜利者的称号。大约六年后，塞琉古在底格里斯河畔建造了一座新城，它就是塞琉西亚，它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大约与此同时，詹陀罗基多在印度建立了孔雀王朝，他的崛起危及到塞琉古在边疆的势力。 双方不久就爆发了战争。由于塞留古军费的拮据，最终导致塞留古无功而返。战后，塞留古通过割地方式获得了孔雀王朝五百头战象。与孔雀王朝的战争结束后，塞留古加入了对抗安提柯的作战。在伊普苏斯战役中，战象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安提柯在此战中血洒于疆场。他死后，叙利亚被塞留古占据。 由于手下兵力不足，塞留古采用优惠政策鼓励希腊人前来移民。不久后，安提柯的儿子德米特里向塞留古发动了反击。在击败德米特里后，塞留古入侵了利西马克斯控制的小亚细亚。亚历山大硕果仅存的两位记者由此展开了决战。在战争过程当中，利西马克斯被一个标枪击中，塞留古最终获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当时，除了埃及、马其顿、色雷斯外，塞琉古几乎控制了亚历山大大帝征服的大部分地区。之后，塞琉古将目光转向了马其顿，此举引发克罗诺斯的不满。克罗诺斯原本是托罗米王国的继承人，后因他父亲移情别恋，他的一母弟托罗米尔世最终取代他王储的身份。克罗诺斯见大势已去，于是逃到了塞琉古身边。此时，托罗米世已经离世。 托勒密二世继承了王位。克罗洛诺斯起初认为善留古会帮助自己夺回埃及的王位，但善留古却准备登陆欧洲，接收利西马克斯残留的土地。当善留古越过达达尼尔海峡，途经一个名为阿尔格斯的祭坛时，克洛诺斯从背后刺杀了他。克罗洛诺斯随后在利西马克斯旧部拥戴下，自立为马其顿国王。 塞琉古离世后，他的儿子安条克接任了塞琉古的王位。安条克一世继位后，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境内连续发生叛乱，安条克不得不停止与克罗诺斯的战争。他其后默许了孔雀王朝在中亚的扩张。到公元前277年，凯尔特人入侵了叙利亚王朝控制的小亚细亚地区，安条克随即派出战象。 安纳托利亚西部沿海地区由此躲过凯尔特人的战火。战后，安条克获得了救主的称号。三年后，安条克与埃及的托利密二世发生了战争，塞琉古王朝因此失去了米利都和腓尼基。在托利密二世的煽动下，帕加马王国宣布从塞琉古王朝独立出来。此后，双方为了争夺安纳托利亚地区，陷入了长期战争。 相传安条克于开战后的第二年阵亡。他离世后，他的儿子安条克二世向埃及发动了第二次叙利亚战争。在战争当中，他夺回了安纳托利亚丧失的大部分领土。到公元前248年，他迎娶了托勒密二世的女儿，这促成了两国的修缮。安条克二世与埃及联姻的第二年便离世了，贝尔王位继承权，他的儿子们迅速发生了内斗。 在母亲的帮助下，塞琉古二世杀害了托勒密二世的女儿及其儿子，这导致第三次叙利亚战争的爆发。与此同时，塞琉古二世跋扈的母亲要求他给予弟弟共同摄政权，这一举动危及到塞留古抵挡埃及的努力。最终，塞留古向埃及割让了叙利亚北岸沿海地区。到公元前约二百三十九年，塞留古又被弟弟击败，接着他又被安息国王远近了几年。 恰在此时，在小亚细亚佩加蒙国迅速崛起。为了夺回小亚细亚，塞琉古准备对该国宣战。但在筹备阶段，他意外从马上坠亡。此时，他的长子只有二十岁，他的儿子继位不到两年就遭遇暗杀。此后，塞琉古的小儿子安条克三世继承了王位。虽然他当时只有十八岁，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施展他的雄心壮志。在他继位后，他的两个兄弟发动了反叛。 安条克三世于是亲率大军征讨，尽管叛军拥有着庞大的人数，但忠诚度明显不足，核心的重装步兵更是倾向于效忠塞勒古王室。随后发生的战斗当中，叛军选择了倒戈。安条克三世在此战获胜了后，将目光转移到了埃及。当时，埃及刚刚继位的托勒密四世正陷于弄臣的鼓掌之间。 安条克趁着这个混乱局势，发动了第四次叙拉战争。为了应对塞琉古王朝的入侵，埃及大臣索西比乌斯开始从本土埃及人中招募士兵。这一奇招取得了成功，但他最终也对托勒密王朝以希腊裔为主体的稳定性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在与托勒密王朝征战失败后，安条克把目光转移到东方。在此期间， 南亚美尼亚王国安息先后成为塞琉古王朝的属国。在吞并巴克特里亚后，安条克越过新都库什山脉，入侵到了喀布尔山谷。与此同时，托勒密五世成为了埃及的新任君主，此时他只有五岁。埃及由此陷入权力斗争。趁着这个机会，安条克三世发起了新的战争，他拿下了百年来朝思梦想的腓尼基和巴勒斯坦领土。 安条克三世夺取小亚细亚城市和进军色雷斯的行动，逐渐引起了罗马人的焦虑。此后不久，罗马人的宿敌汉尼拔从迦太基流亡到塞琉古，他请求安条克三世发动反抗罗马的行动。当时，罗马要求塞琉古王朝势力必须从欧洲撤离，安条克三世于是向希腊的埃托利亚同盟表示愿意帮助他们对抗罗马。 在得到安条克的承诺后，埃托利亚发起了反抗行动。安条克三世原本打算以希腊解放者的姿态获得更多资源，然而其他希腊势力却选择站在罗马一边。到公元前109年，安条克三世被罗马彻底击败，他之后被迫签下了城下之盟。根据条约，塞流古王朝割让了欧洲及托鲁斯山脉以西的小亚细亚地区。 原先被安条克三世所征服的重组国家，也借机纷纷宣布独立。为了筹措罗马庞大的赔款，安条克三世随后发动了一次新的远征。他在掠夺苏萨贝尔神庙的财富当中被杀。他死后，他的儿子塞琉古四世在位十年间实行了激进的政策。塞琉古四世后来被首相刺杀。 三流谷四世的弟弟安条克四世，趁着王储在罗马当人质的机会，夺取了王位。安条克四世在位五年后，埃及的两位摄政为了赢得声望，准备对三流谷王朝发起战争，而安条克四世却反客为主，主动入侵了埃及。在夺下尼罗河三角洲大部分城镇后，安条克意图在埃及建立傀儡政权。当安条克准备结束第一次征服埃及行动时， 流亡的前任耶路撒冷大祭司亚宋，因听闻安条克已死的流言，便突袭了耶路撒冷。安条克闻讯后，立刻派军镇压了此次叛乱。两年后，耶路撒冷再度发生叛乱，为此，安条克决定加强对当地的控制。为了促进犹太人的希腊化，他随后将犹太教定为非法。到公元前一百六十五年，为了重建塞鲁古王朝对东方的宗主权。 安条克四世发动了远征，在途经伊朗时，他病逝了。他九岁的儿子安条克五世随后接替了他的职位。罗马趁着塞勒古王朝衰弱之时，派遣大使在叙利亚各地强迫他们遵守此前的合约。这条约其实，在安条克四世时期已经被废除。塞勒古王室其后对罗马的卑躬屈膝的做法，引发了叙利亚人民的愤慨。 在这紧要关头，塞琉古四世,世在罗马做人质的长子德米特里逃回到塞琉古，在众人的拥戴下，他成为新任的国王。他随后平定了米底亚总督提马克斯的叛乱。提马克斯的一个兄弟决心为提马克斯复仇，他找来一个自称是安条克四世私生子的亚历山大一世。随后发生的战争当中，德米特里一世被亚历山大击败。 在亚历山大一世统治下，塞琉古王朝持续在东部丧失领土。之后，塞琉古王朝又卷入无休止的内战，罗马最终于公元前六十四年征服了该国。